请大家掌声鼓励，然后来观赏一下这个节目。 要为大家演绎一段圣经上的小故事，看得见吗？灯要关一下，不清楚。灯要关。谁是我们的近邻？听得见吗？在2000多年以前的巴勒斯坦的地方。 Jonathan is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. Jericho 犹太沙漠的绿洲上面，所以他们的直线距离其实只有14英里，可是他们的高低的落差就有3300尺。那么在今天的交通情形，14英里大概只要20分钟就可以开到。可是还是有些朝圣的人，他们宁愿自己走路，大概8、9个小时就可以到。可是，在2000多年以前，这一段路。 他们可能要走到2天到3天，而且那个时候走路的多半的旅客都是，或者是军队，或者是商人，或者是朝圣的人，当然也少不了有一些土匪和强盗。所以呢，土匪和强盗，因为那边的地势高低落差这么大，天气又很热，所以走路的人多半都是会很累。 这个时候，强盗跟土匪就会来抢劫，所以这条路上，我们被称为 Way of Blood。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我是一个犹太商人。 我这一辈子最感到骄傲、最喜欢做的就是开一个商店赚钱，大大的发财。这一次我到耶路撒冷赚了不少的钱，我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天主，他让我满载而归。 有了这一袋卡莎的黄金，我想要开始我的事业，建立我的家庭。我要买一个 apartment， 买一个这个房子，我还要买一个马车，我还要去讨老婆呢。嘿，嘿，慢点，这里好像有一个阴凉的地方，我的小马儿、小毛驴和我自己大概也很辛苦了，我们坐一坐吧。哎，我姓，那大王饶命啊！我姓强，名道，合起来。 叫强，啊，不能讲，只能做。我的专业就是杀人。哦。
范国专长是抢钱。哦，你来去吧，我不要。我在这里三天三夜，今天好像闻到了一点钱的味道，是不是你？你拿去吧，不要钱要命，我什么都要了。不行，拿来。这都是我的。还有衣服。好，这件衣服也不错。今天我才满载而归了。好东西。我是犹太人的大司祭，我的工作呢，就到圣殿去敬拜天主。今天呢，我从到耶路撒冷去，但是这个经过这个地方啊，沙漠，天气又热，热的要死。哎呀，哎，我看到一个人。这个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呢？他身上有血，哎呀，我是不能碰着外邦人的血。我看了，我还是早点溜掉吧。我是乐伟人，我是在圣堂里面是专门打扫啊，做这种各种工作的，现在就所谓的总管。然后我常常就是要路过这条到圣堂去，哎呦，怎么看到一个人倒在这边满身是血。我是乐位人，我不能够碰死人，这个是教会的规定，所以我要赶快走了。我是一个利未人，我挣了很多钱。我是撒玛利亚人，刚刚的人是利未人，我替他介绍。我是挣了很多钱 ，OK， 到处逛游，然后我牵着我的小毛驴，这毛驴不错，这毛驴还不错。哎，这个地方天气够热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是个死人还是活人啊？哎呦，他也说不了话，我也搞不清楚他是犹太人。还是塞马利亚人或者是华人，我都搞不清楚。活着还是死的？哎呦，好像是活的。哎呀，搞不清楚怎么办呢？先给他包扎一下。满身是血啊，真是需要包扎。我这边还有一点水，看看能不能把他救活。来喝两口水，我这里有些酒，把这伤口倒上酒，包扎上，看看怎么样。OK， 血暂时止住了，血暂时止住了。但我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怎么解决这问题呢？哎，我看看我们有没有能不能叫一个 Uber？OK，、okay, Uber 还没发明那时候，还差2000年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老兄，你行不行？我能与你到在这毛驴身上可以吗？好，看看能把这个老兄与到毛驴上坐稳当。好，我这小毛驴还比较乖，还居然能载得动这么重的人。毛驴好好走，毛驴好好走。不要走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哦，前面有一个客店。来了，先生，要租房是吗？对啊，这个我要一个房间，但是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旁边还有一个人，他已经受伤了，在我的毛驴上，所以我要找一个房间的那个。离那个 parking lot 近的，我这样我好 park 我的小毛驴。好的，请跟我来。
好，我飞到你房间里面去，这个毛驴还认识路，直接走到房间里面去了。好，店主人真是很周到，很周到。来，我继续给他包扎一下，看一下，你能坚持得住吗？你住这几天，只要吃要喝，只管住，我到时候会来安排你。OK， 好好休息，我现在要回家了。呀，先生放心。店老板，我现在把我身上所有的钱，哎，只有两块钱了。虽然只有两块钱，将就，先给他反正吃喝怎么样都加在我的账上，然后过一阵我就会回来，回来以后我再补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，好好照顾他，保证他能恢复。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他。好，谢谢。大家看一下，谁是我们的经理？是那个司机吗？是那个乐维人吗？还是那个撒玛利亚人？你们说。对了，撒玛利亚人，耶稣基督教我们要怎么样爱人，要没有国籍，不管那个是受伤的，或者是不受伤的，或者是有钱的，或者是没钱的，或者是跟你的同族，或者是外邦人，我们都要照顾他们，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，所以我们就要效法撒玛利亚人一样的有爱心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表演的精彩吗？大家再次鼓励，给他们掌声鼓励。我们是 North County Carlsbad 的这个读经班，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南哥献给大家这个节目。这是我们的班长乐静波，也是今天这个节目的主讲人。The Martin 是我们这个音乐节目所有的布景背景都是他所制作的，我们很非常感谢他，而且我们 SDCC 的这个通讯录也是他做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机会借用这个机会来再次谢谢他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强盗夏松林先生，演得非常精彩，非常逼真哈。还有就是周丽娜，她是饰演那个乐伟人，所以他们两位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，他们两位是我们这个团体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个主要的家庭之一，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团体已经25年了。不过在中间呢，他们到国外去工作，所以现在我非常欢迎他们再回来。然后下面就是郑卫，是我们这个团体的，是我们这个读经班的指导老师，他饰演这个撒玛利亚人，是一个非常有慈悲心的人。谢谢他。还有就是 Chris 张教授，他饰演受迫害的这个可怜的人。还有就是乐静慧，他是饰演这个客店的主人，是非常有钱的，事实上也就是这样。还有我本人在下午，王建平跟 Lucy， 郑彩虹。我们两位是幕后的最佳支持者，谢谢大家。还有福尔呀，他今天不能来，欢迎你们有机会的话到我们北区读经班来，我们非常欢迎各位的参加，谢谢。